师傅，就是我心中有一个疑虑哈，就是说受戒是受五戒哈，如果受五戒就是说有受跟没有受五戒同样的修。区别在哪里？不一样。请师傅开始。受是，假如说真的在修，你受戒以后叫真上真义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，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给自己要一个清清楚楚的名分跟清清楚楚的身份，对吧？有的时候虽然在修，可是因为没受，可能也有很多行为，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去不断的偏袒自己，对吧？会容易原谅自己，因为要修。因为要面对自己要修的这个诚心去受，就是告诉自己，因为受戒了，我有这个发心了，将来在戒条上面他就会在一些行为上你就自然成为规范，你就不敢再犯。虽然说平常我也不犯了，但是那些有些小的习气，有相同的小的习气，你也能够观察入微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受后的功德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每个人都说在修，但是都忘记给自己一些名分，给自己一些身份，就是差了这一步，差了这临门这一脚。有的时候你虽然说修，可是那个味道就差很多啊，味道差很多，就是你领悟的就差很多。这还是要去受，尤其是五戒，五戒是最初入门的，杀盗淫妄酒而已，那个一定要受的，那一定要受，那是最初只告诉自己我是佛门弟子，只是发那一念心的。